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73页最后一行。别序，又名发起序，改为发起全经的正文。现在因为阿难尊者起问，提出问题，世尊允许为他说明，言辞就近方便，最急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。念老慈悲，在发起序圆满之后，特别了做一个总结说明这一分的大意。这一分包括两品，前面一品得尊普贤，第二品，这第三品大经缘起，这只有大经缘起一品，得尊批普贤呢是续品，续有两品。那么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言辞就近方便，最急圆顿的殊胜净土法门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向下都是这一句的解释，我们对这部经要有认识，有真正的认识，而且有深刻的认识，才会得利益。这部经上讲的什么？前面经文里说过了。他讲的是三个真实。第一个，真实之机；第二个，真实智慧；第三个，真实的利益。这真实确确实实是达到
究竟圆满，不是一般的真实啊，真实里面的真实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。实际是真心，是本体啊，本体是什么意思？本是根本，体是能生的意思。慧能大师说过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真实之际，能生万法。所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离体，叫真实之际啊，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真实之际是讲本体，只有它是真实的，它所生的万法不是真的，那是现象。总的来说，不外乎三大类。第一个是物质现象，第二个是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就是念头、思想，第三个是自然现象。宇宙现象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。啊，那么这三大类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相分也叫境界相。啊，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，也叫做转向。为什么？它转变，转变成物质。啊，这前面还有一种阿赖耶的业相。现在科学叫它做能量。业就是动。要知道真心不动。动是妄想，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，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，啊，也就是业相转向境界相，啊，在刹那之间，极短的当中出现了。这叫迷了。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这个人就是佛。至少，那也称为化身菩萨。禅宗里面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证得真实之际啊，他成佛了。化身菩萨转无明，明心见性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他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。他住在哪里？无明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，他住在十宝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宝土，叫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宝土
弥陀的报土叫极乐世界。啊，真实之际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它是能变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是所变。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全宇宙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心现识变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得很清楚：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唯心所现，能现的就是真实之际。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，啊，最后的目标就是见性。见性就是回归真实之际。啊，回归真实之际的人叫成佛了，在华严称为妙觉如来，他比等觉还高。啊，菩萨51个位次，最高的是等觉，再往上去是妙觉，妙觉上面没有了，妙觉成为无上菩提。人间，咱不谈别的，奇奇怪怪事情可多了。啊，上午我看到一个碟片，报道是中国湖南少数民族有一个村庄，这村庄里面有100多人，能记得了过去生中事情，多半过去生中也在这个村庄，啊，死了又投胎又做人，哎，现在还能回忆过去，一点都没错。啊，这个问题科学不能解释，不但中国有，外国也有很多。啊，所以无法解释，谁能说清楚？佛能说清楚。为什么？佛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晓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而且佛不骗我们，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么佛知道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做佛，到那个时候你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现在你是凡夫不明白，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？佛见性，凡夫迷了自性，迷悟不同啊！啊，迷失自性的人叫凡夫啊，迷心生烦恼，觉心生智慧，迷悟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。佛陀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，帮助我们回归自性。帮助我们大彻大悟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怎样才能回归自信？放下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了，
我们要会看，要会听。啊，他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。这个表演给我们看什么？放下烦恼障啊，他为我们表法的是以知识分子，社会上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，他实现这个身份。知识分子喜欢求学啊，好学多闻，他出去参学。在那个时代，印度是地球上宗教之国，学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啊，印度的哲学。那么他学了12年，所有的宗教，所有的学派，他都涉猎了啊，都去学过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像这些人投生记得前生的事情，这就是问题。把求学放弃了，为什么？这种学不究竟，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啊，放弃12年所学，所学的东西叫所知障。佛说障碍我们明心见性有2大类烦恼。第一类烦恼障，第二类所知障啊，通通放下。入深深禅定，禅定求什么？禅定求智慧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就现起来了啊，大定现大智慧，小定现小智慧，阿罗汉的定现小智慧，菩萨的定现大智慧，佛陀的定现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智慧不从外来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从法里头就见真心，从真心里面明了一切法。啊，南大师末后这句话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没有想到万法从哪里来的，宇宙从哪来的从自信来的。谁的自信？自己的自信，佛的自信，众生的自信，给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个心啊。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，一体老子说过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！老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佛教是汉朝时候传来的
啊，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，跟孔子同个时代。那老子是什么人？他如果不是佛，也是八地以上菩萨。啊，为什么？只有八地以上啊，才这个境界才显现，他才能说得出来。啊，于是这世间稀奇事情可多了。找谁？找佛菩萨。佛菩萨知道。啊，找别人，没有人能跟你讲清楚。啊，没有人能跟你讲明白。如果有人跟你讲清楚，讲明白了，佛就不必出现在世间。啊，他不难呐！啊，为什么他烦恼没断尽啊？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啊，烦恼无量无边，佛也把它分为三大类。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，第二大类尘沙烦恼。第三大类见思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断尽，清净心现前，小定小智慧，啊，虽然小，和他的功德可殊胜。为什么？六道轮回没有了。他出了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菩萨禅定功夫比阿罗汉高，菩萨的平等心，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平等心是菩萨。禅定的功夫比阿罗汉辟支佛深，所以智慧比他大。最后一个字是觉，就是大觉，就是彻底觉悟了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称他为法身菩萨。啊，他住在十宝庄严土。那么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，每个人修行程度不一样啊，啊，有等觉菩萨，有法身菩萨，就是地上菩萨，有三贤菩萨，啊，也有人天，没有证得果位的，待业往生的，可是这个世界特殊。啊，这个世界跟一般佛刹土不一样，即使是凡夫往生，生在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下下品是造作罪业的，临命终时一心忏悔念佛往生的，啊，带着这种无逆食物，带着这种罪业的，
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他，他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什么意思？圆满证得三种不退，就是法身菩萨。你看，把地位一下就提升到跟佛平等了。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难信，没有人肯相信。一生的罪业，在这一生当中，短短几年当中就可以修成佛，谁能相信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每一门都要修无量劫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阿惟越致的境界，极乐世界哪有那么便宜？这个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。问题虽然不能解决，你要真正相信它，那个利益你真正得到了。现在在此地，这问题我无法解决，佛给我们讲也不懂。可是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给你讲，你就明白了。快呀，见佛问题就解决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再没有疑难的了，全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法叫究竟方便。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顿是顿超，没有阶级。圆顿到最极，他到顿峰造极了，再没有一法了，圆顿能超过他的，他超过一切圆顿，像华严、法华、楞严都是圆顿大教，净土超越了，无比殊胜的这净土法门呢，这个法门要遇到。大福报啊！遇到不能往生，福报也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不能往生是你现在，你跟极乐世界结了缘，今生不能往生，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佛法，往生的机会就有了。我们这一生遇到，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，所以遇到之后心生欢喜。这一生能不能去呢？关键在心愿，你是不是真心，是不是真想去，真愿真想去，这个世界要放下。如果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，还有放不下的，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缘，它障碍你。
你就不能去了。啊，彻底放下，一尘不染，知道这个世界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相包括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末后一首偈说得很好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劝我们。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不但六道不是真的，十法界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？阿赖耶是个生灭法。啊，用今天科学的术语来说，它是一种能量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波动频率非常高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波动，就在眼前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叫迷。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重了。啊，学佛要破迷开悟，用什么方法破迷？用智慧。智慧从哪来？从清净心来。清净心从哪来？从持戒守规矩来。啊，佛的教诫我听得懂，我明了，我依教奉行。求什么？求定。啊，定就是本经经体上的清净心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。这是阿罗汉辟支佛。再向上提升，不但清净平等，平等是不动了，啊，动就不平等，不动了。三贤以上菩萨的大定，啊，觉识开悟了，见性了，定起作用。就是明了，啊，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只要你见到自性，能变所变，彻底通达明了，这叫大彻大悟。啊，世尊为我们表演了，啊，他在毗婆罗树下。得地定开悟啊，所以这个树我们以后都叫它做菩提树啊，是纪念释迦如来在这个树下入定开悟，演说一切经教49年啊，49年所演说的这一切经教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没有啊，全是自信流出来的。啊，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啊，佛没老师啊，这里头很深的意思，告诉我们，成佛是不是要念很多经？要学很多教？不是的，那是世间法，
啊，学佛是怎么成就的？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怎么成就的？啊，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，明了之后要放下。啊，放下由浅而深。最初放下小乘的烦恼，见思烦恼。啊，须陀洹证出果，放下五种见惑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放下了。他真的须陀洹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，人间寿命到也到天上去。啊，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，他决定不会变成阿修罗，不会变成罗刹。啊，然后再把五种见惑断掉，从二果就断见惑了。见惑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思惑，啊，思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。啊，这五个字断干净了，他就成阿罗汉了，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么，于是我们晓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，就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。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像梦一样，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没有。啊，脱离六道到哪里去了？到十法界、声闻法界去了。啊，在十法界慢慢在提升。提升就是放下，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下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还有，所以在阿罗汉这个经这个阶段里头，必须把习气断掉，习气真断掉，他超越了，他叫辟支佛，不叫阿罗汉了，升级了。啊，那么辟支佛要放下什么？要放下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放下了，他成菩萨了。菩萨要放下什么？尘沙烦恼习气。有尘沙烦恼习气，把尘沙烦恼习气再断掉，他在十法界成佛了。十法界的佛是假的，不是真佛。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，很像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真佛跟假佛从哪里分？用阿赖耶是假佛，用自信是真佛。啊，他还没有见性吗？啊，但是他对于戒定慧三学完全明了，而且都做到了，所以从样子上看，他跟真佛没有两样。那么他要放下什么？无明烦恼他没放下，所以他必须把无明烦恼放下。放下之后他就成真佛了，啊，就不是相思即佛了。天台叫分真即佛，为什么有分真？因为他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干净，啊，叫分真。无明烦恼在华严里面把它分为
51个等级，就晓得不好断了。51个等级是习气，无明烦恼的习气，断根性呢，他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到哪里去了？成佛十八土没有了。啊，什么现前呢？常寂光现前了，他融入常寂光了，回归常寂光了，这叫究竟圆满佛。啊，华严称为妙觉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成佛的秘诀是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再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再放下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我那是初学，大师善巧方便啊，把这个道理啊告诉我。学佛之后才晓得经教里面所讲的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啊。华严修止观，法华也修止观，教下全是用这功夫。对，大道至简呢，一点都不麻烦呢。净宗是究竟圆满的大道啊！啊，比教下方便太多。教下搞多少年未必搞懂啊，这不需要懂，自然懂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。你看，早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近代看到海贤老和尚，啊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啊，跟六祖慧能一样啊。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还告诉他明白了，不要说，不要乱说，不能说。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叫明白了。啊，在净宗叫理业心不乱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没有一样不懂它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他什么时候真的？主，我叫诸位看观点，一天看3遍，一年不要中断。啊，一天看3遍，一年就是1000遍。啊，一天念10000声佛号，老实念下去，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学海贤老和尚。我看他的观点，我判断他25岁以前，他20岁开始念佛，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，真诚清净恭敬，这是他的美德。他有这个条件，一般人不具备，这他成功的本钱。一般3年念佛，3年得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见佛了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告诉你，来安慰你。啊，一般一定告诉你，你的寿命
还有多少年，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，让你生欢喜心，坚定你的信心愿心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那上有你的名字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再继续努力。啊，不急着求往生，求往生，寿命不要了。佛会带你走，佛很慈悲啊！海鲜老皇师是想去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，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，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，所以他是有使命来的啊。那么像他这样的功夫再继续五年，肯定得四义心不乱。四义心不乱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，往生神方便有余土啊。那么还在这个时间继续再努力啊，再有个五年他就会得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什么都知道了啊。可是师父教他知道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他做到了，他果然不输啊。我的看法，25岁之内功夫成片，30岁之内事业心不乱，40以内利益心不乱，他活了112岁。不是凡人呐，见性就成佛了啊！见性的人是分正佛，比设法界的佛高啊！设法界的佛是相似即佛啊，明心见性是分正即佛。啊，40岁圆满成就了，阿弥陀佛还把他留到多少年？留了60多年了，112岁走的啊，去年1月走的啊，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。这些年当中，最近将近20年，很多净宗同学对于教义了解的不够透彻，反对夏联举的回籍本，反对黄念老的注解啊，反对我们修学这个法门，依照这个本子来修学，声音之大，人数之多，时间之长，史无前例啊，我们没有动摇，我们还是坚持的做啊。
啊，老和尚最后为我们表这个法门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他必须坚持到60年以上。你看，40岁开悟吧，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，12、72年。啊，72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为我们作证，证明慧基本字字句句是真经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。下联句老句是没有用自己意思加一个字进去，没有，你找不到。他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，没有改动，这可以相信了。华念祖老居士注解不是自己意思，你看他引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总共193部典籍，以经来注经，以祖师开示来解经，这是智慧，这是叫人佩服啊！没有话说啊！最后为我们证明，我们这些年来学这个本子，学这个注解没错。啊，怎么知道的？他最后的表法是看到这本书，这本书上就是讲这个法，啊，肯定慧基本是真经，念老的注解没错，我们学这个法门没错，啊。他遇到这部书，无量的欢喜，如获至宝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告诉他了，只要这本书出现，你看到了，你往生极乐世界时间到了，佛就来见你了，是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拿着这个书主动请人照相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，这是只有这么一次，照完相之后3天他就走了，表法圆满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种表法，对这个法门信心坚定了，不再动摇了，彻底放下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放下。《金刚经》上教导我们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放下，那世间一切不要再放在心上了。放在心上，就这一句佛号。念兹在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这一句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啊，口不念出来，心里头有啊。怎么修？学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心，信成无上道啊。观世音菩萨怎么问？现在我有教定，你听你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要听外面啊！我口不念，心念，心念有没有声音？有，别人听不见，我自己听见，自己只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管外头的，这叫梵文
问自性。阿弥陀佛就是自性佛，阿弥陀佛就是真如不性。啊，你修成功了，肯定得智慧。啊，得什么？首先得念佛三昧，得到念佛三昧，这个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。不但这一部经你通达了，所有一切经你全通了，你全都明白了。啊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讲。啊，可是你不认识字，不要紧。啊，字可以问别人，别人查查告诉你。啊，意思你通达无碍啊。符合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。啊，那个千遍是干什么作用？千遍是收心，不念你会胡思乱想。啊，念经的时候妄念没有，杂念不生，那就是修禅定嘛。用读书来修禅定，书里的什么意思，在经里面什么意思，别管它。啊，它没有意思，开悟了。无量义，没有开悟，什么意思也没有。啊，它是本体，哪来的意思？它是自信的，真实之际没有意思。啊，起作用是有人来问你，你就能讲给他听。他是菩萨，你讲得很深；他是凡夫，你讲得很浅。啊，个个都得利益。所以法师讲经要开悟才行。这个道理要懂得。啊，完全在用心。用心是用心，头一个是放下。啊，经典里头我只要一门，我不搞太多，为什么多心就乱了，一门心是定。啊，把这个注解初学的人看30遍，把这部经无量寿经念1000遍，啊，一天念3遍，一年就念1000遍。3年就念3000遍。你就能讲，啊，你就有能力戒淫除修，啊，这样坚持下去，你肯定会跟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得功夫成片，得事业心不乱，得利益心不乱。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呐。啊，即最即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。但以此力勤，超勤力见。勤是勤实，最难断的。啊，我们叫感情，母子之情。兄弟之情，
啊，最难断的，要超越。啊，见是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想法、看法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要把情见放下。啊，不可思议难行之法，众生情执深重啊，心不能起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相信？虽相信了，半信半疑。从哪里看？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啊，这个经你学了，你懂得多少？从什么地方看？从你做到多少？你没有做到，大师说你没懂。如果你懂，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能做到十分，你懂十分；你能做到一百分，你懂一百分；你没有做到，你根本就没懂。这个标准好啊！我这一生得受用啊，绝不自以为我懂了啊。那么净土法门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个介绍给我的禅云法师，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，我半信半疑啊。第二个人是李炳南老居士，劝我修净土，言辞非常恳切，我很感恩他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啊，我学佛大概30多年，将近40年。我讲过楞严，讲过法华，讲过华严，在华严会上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我们最尊敬的菩萨文殊普贤，他是学什么法门成就？啊，华严经我还没讲完呢，前面没讲到啊。华严经往后面翻，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，文殊普贤，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，求生极乐世界成就。我看到这个经文，汗毛直竖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然后再想到经里所说的，文殊普贤二大菩萨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，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求教，我这才相信了。啊，这相信回过头来对李老师非常感恩。
李老师过去多次劝我，那是根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文殊只是缘呢，因缘具足，我接受了，我才相信的。啊，前年大前年，我85岁，那个时候讲华严，虽然没讲完，不讲了。啊，真的把大乘放下了，啊，法上应舍，真的舍了。这一生还有余年，专修这个法门，专弘这个法门，其他一切经我都不讲了，请我讲经都讲着。那为什么讲这个？这个法门究竟方便，最急圆顿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熟，个个人得真实利益。纵然你不相信，也给你种善根了，种的是无上的善根。好啊！啊，海贤这样跟我们一表法，我们的信心坚定，决定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因为众生情执深重，性不能移。所以在发起虚中深入真心，共济五重，这五重念牢都给我们列出来了啊。第一，世尊放光显瑞真心啊。第二，阿难欢喜七千阿难之间有两个意思，一者阿难见佛放稀有之光，彼是助奇特之法，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，但此法此心此道，彼是佛佛相念，而非其他。啊，这些话的意思要搞清楚。阿难是看到佛放光，光太稀有了，他是佛的使者，佛每一次放光他都看到，啊，从来没有看到今天放这光，它太稀有了。啊，心里想出，佛为什么放光？啊，那肯定是佛佛想念。啊，佛佛相念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。同样的，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。那什么意思？原来阿弥陀佛是自性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名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，所有佛全念到了。啊，你想想阿弥陀佛这一句
怎么讲法，全是从梵文翻过来的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无量佛了，无量。所以佛给我们解释无量寿、无量光。无量寿表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无量光代表十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总名号。所以念他全念到了，啊，佛的德号啊，这里面包含的佛的法，所修的法，所行的法，所证的法，所教的法，全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你全念到了啊！阿弥陀佛，第一个是自性佛，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把它扩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诸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在这句话当中，所以佛佛相念呢、啊。啊，才有这样殊胜的稀有之光。啊，这是奇特之法，导师之心。啊，导师能够导引一切众生一生成佛，这叫导师。啊，那只有这个法门，最深之道就是净土，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这个道，啊，这条道路啊，但是此法此心此道怎么完成？佛佛相念，不是其他法门，真正是稀有之法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是枝叶了。阿弥陀佛是树根呢，找到根本呢，所有树叶都在里头。找到树叶没找到根本呢，那差还差很远呢。啊，找到根本全部得到。啊，找到枝叶，你只知道那这一枝。啊，别的枝不知道啊。二者呢，阿难，何能问此妙义呢？啊，阿难。看得光为什么会问得出来呢？正表阿难，本是的尊普贤，从果相应者大菩萨，会中纯一无杂，演说原因，经证事实，会中殊胜，正表妙法稀有。念老说得好，这个法门是纯一无杂净土法门啊，纯一是什么？是一真法，像法华经上所说的，唯有一真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在六道，在十法界教化这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？就是用无量寿这个方法。那再说其他法门，那是对这个法门不相信，佛才说啊，那些都是枝叶，
如果你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能够发愿，佛绝对不会啰嗦。啊，像海贤这样的善根，这样的福德，啊，老和尚高明到极处，只教他纯疑无杂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念了92年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这句佛号。啊，念到一定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他不肯说。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啊，我们的心不能纯一无杂，对这个法门接受的就很少。啊，利益小不是多，真是利益了。啊，虽然少，它是真实，也非常可贵。啊，那有时间，知道了，要加深了，要加大了，啊，要发大心，要发大愿，希望在这一生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。啊，那么就是真心切愿念佛求生。你就成功了。那么师尊在今天时节因缘吃熟了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一会当中有不少的菩萨声闻天人能相信这个法门，能接受这个法门，能发心求生净土，愿成熟。佛说这个法门，比说任何一部经典都欢喜，都快乐。因为说其他的法门，度一类的众生；说这个法门，普度了上至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通通得度，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真正常福度生崩坏。欢喜到极处啊，啊，像老和尚遇到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生这本书，阿弥陀佛交代他，遇到这本书，你的表法功德圆满，佛就接引你往生了，无比的欢喜高兴呢。啊，在这个世界做好榜样，做了92年，啊，我们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跟老和尚学习，决定没有错，那就是
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帮助我们功夫正品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究竟圆满成佛去了。下面第三，崇真心啊，第三崇真心，这是世尊赞叹此问者功德难思。佛说，当来一切罕念，皆因此问而得度脱，业余道破，净土法门，所以兴起的真因，故本品名大教缘起。阿难问：问的功德大，不问佛不讲啊。一问佛就得要讲法。阿难是代表一类根熟的众生，欢喜这个法门，啊，这一个法门同摄一切法门，这个名号普含一切诸佛名号，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名号智慧不可思议，名号德能相好不可思议。啊，阿难如果不知道，怎么能问得出来？阿难形象上粗过许多文，实际上至少也是等觉菩萨应化而来的。啊，真是大经上所说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释迦牟尼佛发愿到这个世界上来度众生，一千尊佛陪到他一起来，像唱戏一样，释迦唱主角，他们这些人唱配角，一切事多多皆是戏，圆满这无比殊胜庄严的法会，令一切众生看到了听到了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。啊，叫大教缘起。啊，第四重佛告阿难，如来之所以出现于世者，只为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。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就为一桩事情，把真舍之力带给大家。这个慧就是布施，就是给予啊，这是真正的恩惠也啊，真实的利益。
啊，云何会语？用什么方法来恩惠大家呢？危难弥陀远海，六字洪明。弥陀远海是指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总归一句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里面圆满具足四十八愿，一愿都不漏掉。四十八愿展开，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展开，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啊，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。南无阿弥陀佛全包括了。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的念头什么念头最好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。事出世间找不到比这个念头更好的念头，找不到了。啊，言语什么言语最好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言语最好。念头当中第一念，言语里头第一语，这很少人知道。啊，真正知道的人，海鲜老和尚。所以他的念佛是分秒必争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秒钟，他不肯放弃。啊，放弃那一秒钟是杂念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六字、念四字都一样。啊，你喜欢念六字行，喜欢念四字也行，无量无边，殊胜功德了。为什么不修？啊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少造业障，多修一点功德，积功累德，求生净土。你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？念佛。念佛的功德，海鲜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。三年，一句接着一句，没有丢失，功夫成片了。功夫成片就感得佛来送消息给你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，有人见到极乐世界，信心坚定的，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一直念下去，三年到五年，事业心不乱；再三年到五年，理业心不乱。所以，正的理业心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大概在什么时候？十年到二十年。就毕业了。
之后还不走，那就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阿弥陀佛的拜托，你留在娑婆世界，做好榜样给初学的人看。啊，不学的人看到你了，想学了，升起信心；已经学佛的人看到你了，知道怎样修行能成就，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大众啊！海贤老和尚40岁之前成就自己，40岁以后70年，度众生呢，做好样子给人看呢。他所做的都是对的，没有一桩事情是做错的。啊，你看他有一桩事情，电工收电费啊，这一段故事他感到很惊讶，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？那当然是贪污嘛，假账嘛。老和尚提出一个问题，是收电费的人没有跟他说话，打他两个耳光。老和尚把钱赶快掏出来给他，他要多少给他多少。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做错？旁边人看到都不服气，想找这个电工跟他评理，老和尚说别了，算了，度量要大，学佛的人要能忍耐，能忍自安。啊，这一般人不能忍受，他却能忍。啊，吃亏上当不含冤枉，若无其事啊，也就是根本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佛门弟子，这叫弥陀弟子。为什么？世间假的，过人造业，过人受报，丝毫不爽啊！何必要争呢？啊，做出好样子给人看，我们相信这个电工回去一定有一天想起来，感觉到惭愧。啊，对不起老和尚，那么大的年岁，这欺负人呢，这个罪多重啊！啊，这都是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。啊，那么佛度众生就用这句佛号，这句佛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，啊，因为它确确实实总是
无量无边的法门。啊，那么阿难这一问，佛就为大家演说，这个法真的稀有难逢，如有昙花，不容易见到啊！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，故佛赞阿难以真心。这第四个意思。第五，世尊深知此实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故小喻众生曰：如来智觉难量，神通无碍，定慧究常，于法自在。世尊所说真实不虚，万物轻易，但当良心。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能信，能接受，能依教奉行，大智慧的人，大福德的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这一生成佛了。啊，不是大智慧、大福德，肯定有怀疑，叫半信半疑。啊，他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他会讲给别人听，他自己做不到。那什么原因？善根福德不足。怎么样把它补足？老实念佛就补足了，很快就补足了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那样子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就不足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真正晓得什么是大福德，什么是大智慧，什么是大因缘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只要把这句佛号抓住，念念不忘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很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全补足了。啊，要修别的法门要去补，太难太难了，你要多做多少桩好事。啊，人家做一万件好事，十万件好事，不如你念一声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别人不干？不相信。他要相信真得到了。啊，袁了凡先生做三千桩好事才能把命运改掉。啊，做一桩好事，一万桩好事，才能延年益寿。他不知道，如果是念阿弥陀佛，更不得了啊！那他的福报增长十倍都不止啊！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能够理解，句句是真话啊！佛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如来觉知难量，神通无碍，定慧究常，于法自在。佛所说的一切不能不信呐，不信就错了啊。
啊，所以念公在此地劝我们，世尊所说真实不虚，万物轻矣，但当良心。啊，良是恭敬，一定要相信。啊，我们愚痴，烦恼习气很重，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但是只要是世尊说的，我们就不怀疑。啊，是乃欲是我等，佛是果觉，我是凡夫啊。言可以凡夫愚昧之分别心，妄测如来甚至，所以但当信受彼满所愿。这个所愿就是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必定能满我们的愿望。我们要相信，要接受啊，可不能怀疑。底下一段，由上可见，经分之序分，全为真心。本经小本之宗，小本是阿弥陀经。偶益大师之为，信愿持名。世尊为我讲这个法门，就这四个字，一定要相信。一定要愿生净土啊！一定要念佛，不念佛你念什么？念别的都造业，只有念佛能成佛啊！希望我们从此往后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，啊！我这多少年来讲四弘誓愿，我都告诉大家，四弘誓愿我只落实前头两条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法者也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用什么方法断？念阿弥陀佛就断了。阿弥陀佛里头没烦恼，没有习气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一切烦恼都会断掉。啊，闲工念佛，断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断无明烦恼。我相信，在四十岁之前，多痛快呀，多稀有啊！二十岁到四十岁，二十年当中。问题解决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难呐、啊！谁肯干，都能得到。佛法不另法啊！希望个个都成佛，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信愿持名是行，这叫三资粮，缺一不可。而信居首，其要可知。啊，信摆在第一了，有怀疑就不能成就。
啊，续分中先说此经之本，乃真实之基。这是这部经的根本，乃真实之基故，所以可信。那本经之用，乃广惠众生，以真实之力。啊，信愿持名的利益，无量无边际，真实的利益了，所以你应该要相信。啊，何为真实之基？下面给我们个解释。正如莲池大师《弥陀经疏钞》当中开口便道：“临民动辄，战机长恒，非浊非清，无悲无相，大哉真谛，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为自信语。”那么，这就真实际。啊，这些话形容这真心，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真心灵，我们今天讲反应非常明确。啊，明是智慧，洞是洞察，彻是彻底究竟。啊，这对什么？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，自信起作用。自信本有的，它的样子，湛寂长恒。啊，湛寂是不动啊，湛然、清净、寂灭。没有一个妄念。啊，我们常常介绍给同学，提醒同学，啊，自信是什么样子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自信起作用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起作用。阿赖也是迷耶，我不用妄心，我用真心，真心是觉，本觉、自觉。啊，临民动辄，湛寂长恒，它起作用，就是大觉。啊，下面还是形容这两句话。啊，非浊非清，浊是染污，清是清净。啊，它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慧能大师见性，头一句话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个清净就是此地，非浊非清。浊跟清是相对的，没有浊哪来的清？没有清哪来的浊？它是相对的，自性里头找不到一法是相对的，没有。啊，所以它也没有被，也没有相。
它是一体，所以无佛也无众生。啊，佛是觉，众生是迷，自信、清净心里头没有迷雾。啊，他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那是真心。佛完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所有障碍他全放下了。我们今天有障碍放不下，所以没有见到真相。我们要努力去放下，放下之后真相坦白了。是大哉真体，不可得而失意者，其为自寻欲，无法想象，无法说明。啊，你说不清楚，你想象不到，这就是自信。故知真实之际，即是当人之自信也。但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念阿弥陀佛，念谁？念自己的自信，念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念佛不迷信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自信佛，不是念他佛。啊，他佛自佛，这就是分别妄想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也是一切众生的自性。啊，诸佛如来的自性。啊，蚊虫蚂蚁的自性，魔鬼地狱的自性，同一个自性。啊，会产生这么多的差别现象，都是迷雾前身不一样。啊，把迷通通放下了，然后就是完全相同了。啊，常寂光就现前了。能融入常寂光就是成佛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何为真舍之理？苏超又曰：我们把这一句念下去，沉住而前，凡背而下，越三其于一念，其住身于片也，志在妙用，也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。苏超是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，注得非常详细，完全用华严经来解释弥陀经。啊，义理很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